东莞处办理的2015噶都玛漾部落乐舞宴活动，7月5号第二天，在阿美族民俗中心进行传统射箭和东海岸乐舞选拔比赛。目前花东地区最夯的活动就是传统射箭，代表着原住民狩猎的技术。乐舞团队选拔活动以适合游客欣赏的原住民乐舞表演进行比赛，除了由主持人串场，还考验团队的舞台效果、节目规划、临场反应及创意表现。经过一个下午激烈的比赛，东莞处处长林信任与在场的表演团队一起跳完大会舞后，揭晓比赛成绩。今年我要当选手，我要来跟各位挑战一下，希望我们这个东莞处队也可以明年拿到好的成绩。大家也很高开心，就是说一个活动办得这么成功，然后大家都玩得很高兴，我们觉得我们的努力也很值得。传统射箭比赛团体组第三名封冰箱丰富部落，第二名成功镇美山部落 A 队，第一名成功镇三明里 A 队。女子组第三名封冰箱猫公部落秋霞，第二名东河乡东河部落于静香，第一名封冰箱猫公部落田金英。男子组第三名成功镇美山部落陈秋才，第二名成功镇三明部落王志明，第一名成功镇三明部落陈茂盛。东海岸乐舞选拔比赛第五名吉安乡法富格路乐舞团，第四名成功镇比西里岸宝宝鼓乐团，第三名成功镇凡扎赖艺术团，第二名吉安乡阿鲁府元舞集乐团，第一名东河乡蓝星文化艺术团。王清海采访摄影。